美国话题名媛金卡戴珊在网络上拥有超高人气，精致脸蛋以及超完美比例的身材吸引超过3亿粉丝追踪。卡戴珊家族的真人实境秀向来都是观众们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金卡戴珊也在节目中毫不避讳地透露自己因为焦虑症的关系饱受频尿的痛苦，且经常会在长途旅游中发作。她坦言自己一旦心情焦虑就会一直想上厕所，因此身边常备小杯子、湿纸巾以面对紧急情况。她也透露某次忍不住在车内小便时差点让妈妈呕吐出来，一番发言让众人十分惊讶。不过事实上家族中不止卡戴珊面对这样的困扰，妹妹坎达尔珍娜就曾在出席 Met Gala 之前在车内的冰桶里解放，令不少网友直呼两人果然是姐妹啊。